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，现在为大家示范的关卡是八之二之三，好，八封知识与情感的关卡，哈，这个基本上到目前为止都用同一队，哈，就是圣达队，哈，运气不是很好的，第一关就遇到两个圣达队的克星了，哈，没关系，照打，怎么打？以快打慢。阿爷，好，快打满啊！哦，这种关卡最怕遇到就是类似像这样的卡牌了。固定扣血啊，然后无视减伤之类的，不过是还好，攻击没有很大，所以有没有减伤对我们来讲无所谓了。哦，一样就是尽量把CD取起来。无人击杀就算了。第二关，这一样是小怪哈，照张相帮他纪念一下哈。哦，目标是留中间那一只就够了，中间那一只就可以让你好好补给了。哦，达成队就是这个好处哈，它可以这个，哦，只靠打击的倍率就可以撑住很高的攻击力了。有点心机。还有多少？还有七 CD 哦，这么长，还加打。打几都还没跳，哦，基本上像我左边做那样，有一个好处哦，就是你只要遇到一样强化盾的就可以马上就做出强化服饰，看个人的，我是随便的。做一个强化扶持吧。做第二颗是的，完全跟我预料中是没关系的一个强化扶持。哦，这个就有用掉了，因为强化扶持也消掉了。短CD我们开，因为我不晓得会被他卖多少血，所以我就直接开了，保险起见了。好像打太大力了，那现在这个就是这样就好了。好，轻轻弄一下，请注意哦，我们现在是被两只扁了。继续补。这
我说没光珠啊，太扯了吧！六康我一光珠完全不给。最扯是什么？各位有发现吗？就是连新珠都不给。开把他送走了，不要再跟他打消耗战，浪费时间。哦，因为第四关是能力继承，所以我们打起来应该还 OK 啦，没什么差别。哦，能力继承一样，就是你要诀就是两只起扁就对了。稍微指定一下哦。两边的血量尽量达到差不多，会再一发带走的是最好。哦耶，两只都送走了。第五关有点头痛，为什么强制扣血？这个我建议就是直接开机了哦。怎么开嘞？均匀的开哈，均匀的开。这样应该算蛮均的了。好，不用开龙哥了，因为这样已经是一波带走了。好，这边就是开那个元意金。好，因为我们做一颗光珠了，看到，再加打起。大概是这样就可以了。等下就是发生什么事，我其实我也不太知道发生什么事了。算是一点小小的意外了，不过不影响我们的通关过程。这个是新服饰锁定50%的这个大乌龟哈，顶上乌龟哈。那我们就在这边做一个储技的动作。下一关是连级二连级哦，虽然说我们大圣减伤扛得住，可是保险起见还是就是做个绿珠叠珠的动作吧。如果你不想要让它一直回血的话，毛伤击随时可以开。我现在在储技的状态，所以我就算两回合。
现在就可以开毛上机了。不过扣拉奇也没有扣很多，所以还是不开。我们等到一次扣他多一点血的时候，再来开回家。现在是比看谁的攻击珠少就对了。这边耗一下没关系，因为后面两关是连续的难关，所以我建议中原在这边耗一下是无妨的。好，重点新珠不要让他有机会补血掉。好像现在是完全无心的状态，所以是很轻松的。对，就是看起来很轻松，打起来我是很累。好，三颗星，好，不要让他有机会补血哦，因为他只会累人自己而已。像这样才会补血，把珠子转一转吧。新珠只要每一回合都有消掉就不会有问题，但是没办法消，毛上机就很好用，就一直开就对了，不然你会被他玩死啊！说实在话，真的是被他玩死哦。一颗，好样的，你要走，真是没办法，被他玩到了。哎，送走，运气还不错。我二连级哦，这次二连级 ，CD 二啦，基本上也是可以跟他慢慢玩，但是，因为下一关是反弹。那个强化盾反击100%的，所以你要用强化腐蚀一波把它带走，不然会死掉。OK， 我们的孙悟空防御力还蛮高的哦。把一波带走太危险了。大圣留着好了，大圣留着。居然没有珠子可以消，还是怎样？
太可怕了。所以这一波会有一个，我想一下，我思考一下，补血啊，因为你要一波带走或补血都可以，可是我会比较趋向用补血，因为我大声有打劫，倍率应该是够啊，所以我转那个按的三颗，这样大声加打劫，应该倍率是够没有问题。哦，所以这配技有时候是蛮重要的，要能够抓那个平均值。大概是这样，哦，一波带走应该没问题啊。大圣妲己的倍率加上那个这个露娜的招式还在。哦，咚咚咚咚咚咚咚，哦，没有问题。哦，接下来我们来到最后一关了，应该就没有太大问题了。魔族克制公家锁，哦，所以这两只是不能开启的，所以就是磨过去吧。家所知道意思哦，我们有两只魔族，所以被打会比较痛一点点哦，但是无所谓哦，因为我们的这个队伍还算蛮 OP 的哦，圣达队，圣达队，断心哦，小心哦，断心不能超过三回合吧？你再看这个血量。哇，哦，如果这样还断心，我真只能说佩服哦。OK。哦，跳起来没有用哦。因为我们技能被锁了，所以无论他怎么跳，我们都是没有感觉。哇，这样保持满血，好不好？我们不能断心两回合。啊！吓死我！断心哈，不要再断了。对，这个是蛮刺激的。他一直给你断，你也没办法。说实在话。直接开龙科了，因为我看台面上的这个攻击珠真的没几颗了，我宁可放弃。哦，那我们绿一点那个攻击珠出来，按住全部把它消掉。靠，太好笑了，因为我对不出光珠出来。没掉星座我就哭了，居然这么失败的绿珠，我真的是自己都傻眼。我现在是属于一个危险状态哦。不要断心，好，谢谢。哦，我们大吉中出来，来吧。露娜，大圣，妲己。哦，因为我没办法再绿出更多的攻击珠了，哦，因为我们都是尽量要以多消一点为原则。这个把它切开，哦，尽量打就对了。漂亮 ，K。
哦，哇，这一关不是很好打，风险蛮大的。不过我们还是顺利的通关了，好，顺利的通关了。这是为各位示范的，这个是8-2-3。以上这个通关示范，谢谢大家的观赏，拜拜。